我给你个建议啊，定金啊先退回去，你们去济南，你们真有本事，俩年轻人干两年存个68000，不是个大数，这年代只要你努力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女生，这个需要你跟你的家人重新来更新一下观念了。你们是现在的年轻人，用现在的方式来恋爱，其实我们俩相爱跟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关系。他的父母会因为你这样的举动，包括他们会在心里面会有所感受的。然后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在济南工作吧，工作两年以后你们再有问题，我们欢迎你们再回来。喜欢他以后多关照他，好吗？好，两个人都不容易，加油吧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这么多年了吧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挺不容易的，我也不想就是因为这一点小事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。听了老师的话，我知道自己可能有些方面做的也不好，以后我也会多关心你，然后给你足够的安全感。我没有说要控制你自由，我只是想让你更多的去在乎我。我也知道我前面所做的事儿都是错的，对不起。听了老师那么多话，我以后会改的。我希望我也能好好的走下去。好，谢谢两位，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，来吧，看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能对人好点吗？啊，好了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回吧，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我觉得吧，我还欠你一个订婚真正的仪式，因为在当初订婚的时候并没有给你一个仪式。然后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欠一条了，好好的往下走吧。来，请亮灯吧。来，送给你们。你们俩如果这个10年以后啊，还能因为一些事情抱在一起相拥而泣，我相信你们就幸福大了去了。好好珍惜彼此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